この子は公園を離れて今いくダンス図鑑にうわーいえぇあ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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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あ牵挂爱国的初衷，别跳啊！抗战的一天来到了，抗战的一天来到了。蛋蛋，你不要命了！前面有个你真不要命了！蛋蛋，你要干什么呀？你要快下来，快下来！怎么军民团结勇敢前进？先下来啊！快下来！敌人不能消灭，不能消灭！蛋蛋，你下来有什么话好好的跟妈说？走开，你们都走开，你们把老仙藏起来，你们不让我们在一起，我恨你们。你下来下来下来，你是妈妈妈跟你好好说，你快下来。说还说什么，老仙失踪了肯定是你们搞的鬼，你们根本不爱我，你们谁也不爱我，我要去天堂了。我要去天堂了！我的肚子！停吧。他无辜，那我的孩子呢？他就没有活着的权利吗？你能跟我说说你孩子的事吗？
笑什么呀，笑？你还笑得出来？人家孩子都要死了。这就叫因果报应。你看那李世杰在外边呼风唤雨，家里边却是乱七八糟的。自己女儿喜欢比自己大20岁的一个男孩，谁要是让老谢真入这里家，那就有意思了。那个谢姨夫真的就这么失踪了？反正人是没了，是死是活就不知道了。说不定什么时候，我也就这么无声无息的消失了。这好端端的，你说这话干嘛呀？大岛那小子真不是东西，还好意思说呢？我问你，大岛欺负我的时候，你去哪儿了？哎，你别冤枉我啊！我当时是尿急去的洗手间了。我要是在的话，我怎么会让大岛那小子欺负你啊？呸！马后炮。是不是男人啊？关键的时候还是人家康子琴一个女人替我出的头。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哎，不过那个康子琴舞跳的还真不错。你们俩以前关系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我看你们俩挺亲热的呀。他以前是老谢的人，有空的话你们可以多聊聊。哟，怎么着，看上人家了？看上人家可以啊，但别拿我当枪使。我要回家。你别消消气，你哈、啊，你今儿受委屈了，我带你去东台饭店。去那儿干什么呀？我不去。我替你按摩去，相信我。哎呦！这酒会你是怎么安排的？蠢呐！你比蠢猪还蠢！看看你，你让我把脸都给丢尽了！险些出了人命！主任为了昨天晚上家里的事儿发火呢，他女儿被查出来说是食物中毒，说是有人在酒里下了药。不是昨天晚上是包处长安排的酒会吗？这下子可倒霉了。滚出去！上班去。主任，报告出来了。什么人干的？我查了酒杯上所有的指纹，没有可疑的。至于别的，人太多，不好判断。进来。昨天晚上负责饭菜的酒店老板和厨子都已经抓了，问他们什么都不知道。现在兄弟们来把一手锅留了，拿带两次本子，是那个厨子，收起来，冒充事实。哎，主任，今天早上商会来要人，要保他们两个，放不放？关三天，三天不死，叫他们交钱赎人。好啊。学校去了吗？去过了。昨天晚上丹丹唱的那首歌，就是他们学校一个钢琴老师教的。今天我们去学校，那老师见我们就跑，跳楼，当场摔死了。我们把他们校长抓来，用宪兵队处理。解释了。你还有事儿吗？哦，我想问一下丹丹情况怎么样了？食物中毒，医生说送的及时，已经没危险了。我想去看看丹丹。好，我也想去，咱们一块儿去。哎，thank you.
你看这孩子，范先生，你也来了。啊，您好。一大早就来了，这不还带了些东西。昨天的事情，还得多感谢您。啊，您不用客气。是啊，我还说呢，改天呀，咱们好好的谢谢范老师。丹丹也说要好好谢谢范先生呢。也没做什么，不用客气。我自己的事情自己会去做，谁让你们在这里假装好人？怎么说话呢？这孩子给惯坏了。那我就先告辞了。你怎么刚来就走啊？不是，他下午有课。哦，范先生是老师啊，教什么的呀？他教小朋友弹钢琴。哦，哟，是教钢琴的呀。刚巧我们家丹丹呢，还想找个钢琴老师呢。老范的耳朵不大好，教小朋友行，教丹丹这样的恐怕力不从心了。我耳朵没问题。还说没什么问题呢？民国1926年上海大仗给震坏了，现在听力不大好。哟，那真的是可惜呀。抱歉，我先走了。丹丹，你要没事的话，那我也先回去了。改天来看你啊。哎，告辞了。主任，我先走。出了这种事儿了，你怎么还往家里叫人？我不就那么顺口一说吗？哎呀，烦死了！我要睡觉了，你们出去。你为什么要干涉我的事情？你的事情，范先生，你知道你的一时冲动会害了多少无辜人吗？昨天晚上就是因为你一时冲动，饭店的老板还有厨师都被他们抓了，现在正受他们的折磨呢。你能说这是你的事情吗？这不是我的错，这都是那些汉奸特务他们做的恶，受谴责的应该是他们。他们是应该受到谴责和惩罚，但不是现在。那你告诉我，一年、两年，还是三年、五年，又或者是十年、八年，抗战都已经打了6年，希望在哪儿？你告诉我，希望在哪儿？你觉得你杀几个日本人有意义吗？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吗？对，你说的没错，杀几个日本人意义的确不大，所以我不会这么做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不光是只想要杀几个日本人这么简单，我有了新的目标。想杀李世杰？对，杀他比杀100个普通的日本人都更解恨，更有意义。这些人渣不知道杀害了多少无辜的中国老百姓，死有余辜。范先生，你知道你有多天真吗？外面有多少人想杀李世杰？我告诉你，你还没走到他身边呢，他都能闻出枪药味儿，你根本没有办法出手的。我有我自己的办法。我不允许你这么做。你如果真的抗日的话，你应该赞同我，不然，你之前跟我说的那些话就都是假。我说的都是真话。我说的也是真的。好，如果你不敢帮我的话，没问题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各行其事，互不干涉。愚蠢！医生怎么说？说他明天就可以出院了。你是不是对康子琴还不放心呀？你是说让范先生教琴的事吗？我觉得那个范先生还可以，就是耳朵有一些聋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教丹丹。这个事儿不能急，昨天晚上的事儿还没个结果，家里再进个陌生人，
我不放心。可是我在那个酒会上，我看他的表现应该没什么问题啊。你看你，就是职业病，对谁都不放心。你就说多三吧，那是我们家亲戚，你也不放心呐。考察那么久，才让人家给你来开车。画虎画皮难画骨，知人知面难知心。世上最不可靠的就是人心，最容易变的也是人心。就算你知道他今天想什么，你能知道他明天后天想什么？形势在变，人心也在变，尤其要注意自己身边的人。我们每天的一举一动一言行都在他们的注视之中。陈露、张小林、傅小安，他们都是死在自己人的枪下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越说越吓人。你不想让范先生来，不来就是了嘛，干嘛净说这些丧气的呀？这个事儿啊，不能急。多三不是住在他的隔壁吗？观察一段再说。安琪来了。看样子呀，他跟陆天琪的关系很好的。以前你跟他不是认识吗？这种人呢，两边靠，总比让陆天琪安排其他人好。原来你早就想好了。你这个人呀，一肚子的心眼儿，想的哄我没事的。不多个心眼儿，那就满身都是窟窿眼了。你怎么越说越不吉利呀？啊！算了算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先睡去了。你们是不是把校长抓了，还逼得袁老师跳了楼？你听谁说的呀？妈妈怎么可能？我不稀罕，我不要。你要去哪儿啊？你要去哪儿？丹丹，飞，出去。主任，我把大富贵、酒楼其他人的指纹也对比了一遍，没有发现什么可疑。投毒的人肯定是参加酒会，一定要把人给找出来。投毒的毒药是老鼠药，而且剂量又不足，肯定是外行人干的。我觉得顺着这条线索一定能够查出点什么。我倒是有一个想法，不知道合不合理。说。我倒认为是内行人为之。理由呢？出丑。他们想制造一则丑闻，让所有人都知道您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而且出事的是您的女儿。你想想看，您连您的女儿都保护不了，这是多么难看的事儿啊。有道理啊。对不起主任，我也就这么一说。接着说。您看这投毒的剂量连个小孩都毒不到，肯定是内行人精心策划的。外行人投毒一般都怕毒量不够会加大剂量的，而且外行人不会选择一个小孩的，意义不大，所以我的判断是内行人为之。你觉着会是什么人？没关系，在我这儿你随便说。主任，这个我就不大清楚了。这还用问吗？
肯定是那些想和自己作对的人。李世杰明白康子琴不说的原因，他是不想参与特工部的内斗，真是个聪明的女人。先生，您的琴艺真是不错，非常抱歉，小店本小利微，你还是到别处看看。好，谢谢你。先生，丹丹，什么事？工作没找着？我给你份工作，怎么样？我说话的时候，你给我立正站好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刚刚说了半天，你都没听见啊？哦，我忘了，你耳朵不好。好吧，我再重新说一遍，你不用满世界的找工作，我给你一份现成的，做我的钢琴老师，怎么样？不干。不干？为什么不干？你不是在找工作吗？我找不找工作跟你没关系。以前是没关系，但现在有了，我就是要让你做我的钢琴老师。你们家那么有钱，找什么样的钢琴老师都可以，为什么一定要找我？你父母好像并不愿意让我教你。你说的没错，就是因为他们不乐意，所以我才找你。我就是要让他们不舒服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让我喜欢老谢，还把老谢藏起来了。我失恋了，他们让我痛苦，我也让他们不高兴。你父母是不会同意的。从小到大，家里还没有我办不成的事情，只要你点头，其他的事不用你操心，怎么样？我想想。想什么想？一口价的买卖，干还是不干？那好，你学了多少年钢琴了？十年了，怎么了？十年，那应该弹得还不错，应该找个更好的老师教你，那样对你帮助更大。我水平有限。谢先生，按照你们中国人所说的，你唱的这是哪一出啊？我不是谢一峰。哦，你不是谢一峰，那你是谁？我的真名叫王正，是共党安插在特工部的卧底。那真正的谢一峰
到哪里去了？真正的谢一夫是军统安插在香港的一个情报组长，此人在抗战爆发后在香港做情报买卖，后来听说贪污了一笔军统的经费，跑到了南美。所以你就冒充他打入了特工部是吗？是的，后来得到李世杰的信任，担任了情报处长。可是你费了这么大的心思打入进去，后来为什么要逃出来？可惜啊，还是被他怀疑了，再干下去死路一条。很好，你能把你的真实想法告诉我，我感到是很愉快的。我希望我们以后能够像朋友一样相互的帮助，进行合作，好吗？好，我愿意跟你合作，但是我有一个请求。请讲。我希望关于我回到上海的事和我的身份都不要公开，除了你和宫本忠佐以外谁都不要知道。你担心共党会报复你？这只是一个原因，我更担心的是特工部，李世杰他不会放过我的。好，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。哟，这么晚还没睡呢？什么呀？分手信。你这是要赶我走啊？对，你现在的所作所为已经不适合住在这里。对不起，我当初不该把你卷到这个事件里来，所以现在必须快点接受这个错误。我希望你尽快搬走，理由已经想好了，你在外面有了女人，我刚知道，所以解除婚约，之后的事情我来处理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我告诉你不可能。我是为了你好。为了我？你是为了你自己吧，怕我连累你。好，不管你怎么想，你必须离开这里，这里不适合你。我在这儿不是为了适合那些狗探监，我是要宰了他们。你以为你能做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只有保全自己才能消灭敌人，逞匹夫之勇能做什么呀？对，我就是一介匹夫，那也总比你当汉奸强。你再这么下去，迟早会被他们发现的。行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说你是汉奸，你也是为了生存。行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我答应你。你答应我什么呀？我以后再有什么事情，我都提前告诉你。就这些吗？互帮互助，互不干涉，我只能答应你这么多了。难道你就不能放弃你所谓的计划吗？如果你没有完成的计划，你会放弃吗？自己夺取名单的任务自然是不能放弃，但他无法和范伟晨说。看着范伟晨坚定的眼神，他明白范伟晨的让步已经是目前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了。
抓住下毒的人了吗？没有。这件事啊，其实很简单，肯定是那个姓冷的干的。你也这么认为？还有谁这么认为？你觉得他们这么干的目的是什么呀？让你难堪呢？你想啊，特工部主任的家里被人下了毒，就是没出什么事儿，那传出去你也不好看吧。今天我那几个牌搭子到咱们家来打牌，打了12圈，溜溜的一口水都没喝，哎呦，这个脸臊的呀。康子琴也这么认为。他也这么说。我就说嘛，这个女人不一般。这个事儿啊，肯定就是这样。有的时候我们女人的直觉那是很准的。我不管什么人干的，把戏玩到我女儿头上了，我绝饶不了。你说这些连那些江湖上的人都不如，人家做事儿还不连累妻儿呢，真卑鄙。这笔账我早晚要算。希望你以后能为我们大日本帝国皇军多做贡献。一定。乐西，你的妻子跟你的孩子已经在外面等你了。谢谢。娜塔莎，娜塔莎，哦，爸爸，别讲，哎，宝贝儿，他们真的放你了？啊，没死，差点就死在里面了。我们快回家吧，来，想爸爸了是吗？想爸爸啊。特工部待遇不薄呀，你小子居然吃里扒外的帮着这个小瘪三越狱。兄弟，你坏了规矩了，别怪老子不客气。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小华，你虽然是陆处长介绍来的，我一直待你不薄吧？啊？嗯，是啊，主任。那你为什么干一些不合规矩的事儿啊？没有，主任，我没有做过不符合规矩的事情。见过这把钥匙吗？见过。仔细看看。见过。主任，您找我。这是今天早上银行那个案子的所有物证，还有这把钥匙，你们要好好保管。是。你承认就好。那你告诉我，为什么弄坏这把钥匙？什么人让你干的？
弄坏钥匙？没有，我没有这么做。我一直认为，特工工作只是政治工作的一部分，只要能达到目的就行，不一定非要弄刀弄枪的。你刚才看见那个人被枪毙了吗？就是因为他做了一些不合规矩的事，为了使更多的人不犯同样的错误，才这样做的。那你告诉我，钥匙一直是由你保管的，他为什么会换？谁让你干的？主任，没有，我真的没有这么做过。老赵，帮我个忙呗。也不什么事，也不知道谁把那个里面的花瓶给打碎了，坑都不吭一声就走了。你帮我打扫一下呗。好，没问题。哎，这里面怎么一愣一愣的呀？啊，像冰窖似的。冰窖？冰窖哪能跟这儿比呀？这里四面墙都是用钢板焊成的，就连这地下呀，都是用20厘米厚的钢板盖上去的，防水、防火又防盗，连炸弹都炸不开。啊，哦，这么坚固呀？走吧。好，走。通长，请你马上去审讯室。怎么？小华死了，给他留个指纹。小华死了。谁干的？这他妈是谁干的？实在对不住，真的对不住啊！兄弟们，下手重了点。可是你那个小表弟实在也太不经当了，才没两下就没气儿。王八蛋，谁让你们抓的他？他犯什么事儿了？沈他是主任的女人。他负责保管物证，却故意把东西给损坏了。什么物证？银行保险箱的钥匙啊！现在钥匙坏了。你凭什么说是他故意弄坏的？物证啊，就是那把钥匙。人证啊。本来他是要交代的，可现在人死了，至于人证不人证的，就没什么必要了。我听你的意思是，这人说打死就打死了是吗？什么意思？主任，他们把人无缘无故的给打死了。余处长，这样做太过分了吧？冷副主任，我也是奉命行事，按章程办事嘛。章程？什么章程？草芥人命的章程吗？这什么地方？这不是土匪窝。是我，人是你打死的。我出去吃个饭，忘记把他从上面放下来，没想到回来的时候就已经断气了。
关一个星期禁闭。